觉得你马蹄格佮饲个很大粒吧？伊内底伊个生殖腺伊个卵也佫有滴咧。哦，啊，也佫有滴个情形，你要孵化马蹄格，伊是要安怎佮会当排卵出来？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学问。但是以我的了解，就是马蹄格要让伊排卵出来，就是要让它受到惊吓。哦，这是动物哈的一种本能，哦，一种习性。啊，有很多动物，可以说全部的动物了，只要它发现自己生命有危险，它就会想保护下一代，如何繁衍下一代。那马蹄格也不例外，它如果受到了惊吓以后，它就会排卵，公的就是为公的，母的就会自然排卵，自然受精，啊，受精以后就有小小的马蹄格出来，哦，啊，以前，刚才有位小姐问到，啊，是要怎么摆呢？让它排卵，就是要让它惊吓，那怎么要让它惊吓？这是一个学问，嘿，那阵嘛研究足久哦，研究很久哦，哦，刚开始的时候。哎，水就是用常温嘛，啊，那个鱼池里面的常温，正常的温度，养再久它都不会排卵。后来用比较冰的水，哦，较冰的水，哎，伊嘛唔惊，因为到了冬天水也是很冷，所以它又不怕。那不怕的情形下，就是要用那个，哦，用洗，像洗衫机哦，洗衣机哦，哦，用个水哦，用冲的，用个水哦来。阿姨嘛，阁袂排卵咯，啊，所以到尾就是除了用足侪方法，就是要受到惊吓以后，他真正的才会排卵出来，排卵才能够孵化马蹄格。但是要孵化马蹄格，还要知道它的水温什么时候，啊，它才能够受孕，马蹄格才能够生长。这嘛是唔是讲三两句话就我同人讲？啊，我蛮敢讲，我足了解。哦，这是因。哦，刚才问了，也是可以说是一种商业机密。他还不喜欢说，就在众人的面前，啊，就不对大家讲，只可以知道说，哦，伊就是受到惊吓才会排卵。那马蹄格为什么在成长会那么慢？啊，这边人拢讲天然的雄鹤，养马蹄格其实也不用养到三年，你要真正要让它长大，一年半就够了。那马蹄格子蹄管为什么要养三年？就是天然的最好，天然的雄鹅，所以它就不放饲料，不爱用饲料给伊吃，你咧大得慢。啊，你不爱吃饲料，啊，无要吃啥？就是吃藻类跟水中微生物。哦，马蹄格就藻类跟水中微生物。那藻类是有限，哦，咱的藻类对不？咱的自来水水足清嘛，你内底无藻类，饲鱼啊，了连伊就死了嘛，对吧？啊，鱼骨在内底，啊，伫只爱活啦吼。三龙村，来有车来哦，有车哦。啊，藻类，你甲看，马蹄格是高密度养殖，你内底要有偌济藻类通互伊食。啊，藻类阁无当买哦，你唔通讲我要买藻类来饲马蹄格，迄无哈。藻类是靠水中繁殖，哦，靠水内底来繁殖出来。啊，所以伊郑介崇先生头一日咧饲马蹄格，刚开始啊，饲甲足艰苦诶，因为养马蹄格，它不用水车，啊，唔免怕水车哦。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，青苔非常的多。啊，青苔伊若请人工落去护个青苔，一件请五个，一个千二块，一工六千块。啊，饲马蹄格赚的钱，都请人就好啊。好，较头前要搞。啊，所以伊到尾伊就想到，啊，我定请六五个工人，一工六千袂好，所以就想啊，青苔变怎养虱目鱼，落去食青苔。啊，食青苔了后，伊是毋是排泄物出来？啊，排泄物出来就是让给藻类当肥料。啊，藻类繁殖的紧，啊，马蹄格再来吃的藻类，这是一种食物链的养殖法，所以也较慢，在成长会比较慢一点，不用饲料，哦，就用食物链养殖法。好，啊，来，咱传统物语组海中宝已经搞完哈，准备下车。下车哈，哦？下车。哎，对。下车，下车。来，赶快。
跳一跳哈，把裤子那个先切了，没有可以跳，省出一点空间出来吃啊。对啊，哎，我跟你有没有衔接？没有啊，海底轮胎哎，一艘船，他们也可以拍照，也可以拍照。